冇錢醫院唔會幫你阿媽做手術噶，冇得諗噶啦。仲有冇其他可以合法咁样离开澳门嘅途径噶啦？佢阿哥系个高级巡警，我见过佢喺唔同嘅边界嗰度巡逻。我阿哥，你谂都唔使谂啦，佢份人防备心又重又慢热。点解仲未有见到你同佢男仔一齐啊？澳门都回归咗中国啦，你自己又系中国人，点解消失个密室嘅？我教你讲，澳门呢个地方就系令中国人发达嘅，净系呢啲傻仔啊，先系讲尊严。你真系叫做中国人。